所住，我们陆委会是以主动积极主动承担积极协调的态度，秉持反歧视、民主国家的法治，保障真实婚姻的大陆配偶在台生活基本权益，以杜绝假结婚为原则来调整方向。那刚有反方说出他们反对大陆配偶的工作权，但是我必须要强调一件事情，就是26万个大陆配偶在他们的背后代表26万个台湾家庭。那至于正方这边就可以说缩短年限，是我们陆委会正在实行，就是调整的方向。但是许多政策我们无法一次到位，以及有一些政治上以及社会资源，还有一些经济的考量，所以在往后日子我们会以缩短年限为我们主要的方向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赖主委。那接下来我们进行第二轮的发言。那首先先请妇女薪资基金会的会长